Once upon a time, there was an agent. His name is Mr. Chan. Even martini? Chicken on stair, please. He is the fastest, strongest, and youngest. 我的训练呢，从来都是吸引女人。你这个混蛋！ Marvelous. But now, 他雄风不在。 好帅呀！我接受不了被女人看到我这个样子。你被人看一眼就这样，我被人看一辈子了。你不懂啊，你没帅过，你不懂。野狗都瞧不起他。不，队长，我们得给我怀疑被人性侵犯过。说是。女人也嫌他太吊死。如果耍你有一个限期，我希望是10000光年。臭女啊！抓着！贱人！他接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 众星伺候啊！你是不是有病啊？10天内破案，不然你给我说清楚啊！查一下那些什么 Happy Girls， 我保证你有收获。好啊，我就派你混进去。就算要动用全香港的警力，你也要还我清白呀！陈先生，我们需要的是服从命令，是效忠。我效忠世界和平。 要世界和平，还是要录音？2018全国爆笑登场。